是世界上最后的人间净土香格里拉。而20个行政区当中的布姆堂，则是不丹人民心中的秘境。这里收藏了历代圣贤们为后人所保存的经书和圣物，海拔2700米的布姆堂，在不丹语中代表美丽的田园，是遍满荞麦、大麦和苹果树丛生的田野，也是不丹王国的宗教腹地。在风景如画的山谷里，有众多的寺庙和宗教遗址。莲花生大师是将佛教传入不丹的圣者，于8世纪时首度踏入不丹境内，来到布姆堂，协助当时国王平息蒙乱，这也是国王开始信仰佛教的重要原因。所谓佛法，各位要不断不断的练习，练习到自己有感应。如果哪一天你自己有感应的时候啊，你要帮助别人更有力量。不过这一点有一点要强调，莲花生大师说根本没有鬼，怎么会这样讲呢？因为你要把对方这个鬼，各位现在要去施身了，施身说哦，要那个鬼魂就是个佛啊，我要投入佛陀的怀抱啊。你要有这个想法，你就可以超越二元的对立。二元就是鬼啊、魔啊，大家喜欢佛，不喜欢鬼魔，然后就在这黑暗对立里面。然后一个人证的空性，所以经常以前我们修行故意到浑木区去睡觉啊、打坐啊。因为如果你有一个鬼的观念、浑木区的观念，你永远心里不安定啊，很痛苦啊。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平等性啊，所有的众生都是佛，他不是鬼。我现在要把我的身体给你吃啊，希望你供养佛，就像各位在供养佛，红包一直拿出来供养佛一样，很高兴。但是我们把鬼魔当作鬼魔，所以你就会怕他、排斥他，那你永远都在不安定的心态里面。所以我们做师生的时候，我们做布施的时候，要把对方当作他是一个佛啊，你要高高兴兴的这样做。所以我发给各位那一本《莲师心要建言》的第5篇，特别讲到我们做师生的时候，你不能有这个鬼魔的观念啊。所以所有的众生都是佛，只是已成佛跟未成佛，但是佛性是不变的，要做这样的观想。和任何藏传佛教兴盛的地区一样，由于莲花生大师传下了佛陀的教法，因此只要是莲师修行过的地方都十分神圣。布姆堂许多寺院和圣境都与莲花生大师有着甚深的因缘。车子穿行在蜿蜒而狭窄的柏油道路上，这是不丹境内唯一一条贯穿东西的道路，平均宽度约3.5公尺。偶尔出现比较大的道路空隙，正中央安置着佛塔，驾驶们总是手忍地拥绕而去。
山岚雾气弥漫在松柏之间，有时在道路旁会看到一座白色的烟供炉，旁边摆着泛出咸咸气息的松柏枝叶，火在炉中慢慢煨出浓郁的馨香，周遭萦绕着袅袅的桑烟。桑是藏语，主要是供养诸佛菩萨、上师本尊及空行护法众等。修桑烟供能消除病痛及障碍，净除无始以来多生多世所造恶业，以及增加今世与来世的自身福报。煨桑时是有煨桑者口诵佛号真言，并将柏树枝放置桑炉内点燃，然后再撒上些许盏巴、茶叶、青稞、水果、糖等。另外一种称为素，除了上供外，也含藏了下生游魂、中阴身、恶鬼，使长期饥饿的众生得到温饱，并于回向中祈求他们能发菩提心，种下开悟成佛的因。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我者，若有悉发菩提心，今世一报身，生生极乐国。像我们今天做这个叫相对菩提心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这种究竟的，所以我们只能透过这，我看到牛，我们能够救，而我们真的撒食物了。但是哪一天你能够不断的这样练习，然后你就可以达到一个究竟的菩提心。究竟的菩提心的时候，你在吃东西就在上供了，你在消化东西就在下食了，因为你的生命呢，就时时刻刻的都在这种上供下食的一个阶段里面啊。所以但是我们还达不到，那我们必须从外表的事物来做。就像很多人说，哎呀不要放生啊，那放生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相对菩提心啊，这可以长养悲心啊。啊，真正的安住在空性的人，他不会舍弃放生，但是他时时刻刻都在救命。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这样来练习。希望各位把不单这几天呢变成一种生命的习惯，哪怕你去上班，老板就是佛啊，客户就是众生啊，不管你是卖面的、开计程车的、做老板的、做总裁的，时时刻刻都在上供下施啊，借由各种的因缘去跟对方结善缘，去帮助对方。你看到一个人，我愿把我上供的功德回向你。你看到一个人，哎呀帮他念念欧曼尼贝面后，愿他身上的冤亲债主业障得以消除。所以每一个人、每一个生命、花草树木都是你布施回向的对象，有情无情皆圆满种子。千万不要一点点的挫折，这个人讲的话不对你就生气了，那你就破功了。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。很多人忘了这一点啊，虽然他很会做功德，但是他受不了委屈哟，他受不了一点刺激哟。那这样的情况真的就代表你的心还不圆满啊。所以要时时刻刻保持在圆满的状态，就像各位那天去看莲师的黄金宫殿，都是最庄严的、最美的心态。千万不要有一种对立的、不甘愿的、批评的、受委屈的心态，没有那个想法啊。所以要不断的让自己保持这种相续的，这个叫密乘，密就是相续，续这个内心里面的火车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！从来没有间断过的悲心，从来没有间断过的菩提心啊！一直安住在火车，它不执着哪一点呢？这叫空性，因为它不断的在转动，在转动啊！就像我们看到这个烟也好，火也好，它都是空性的，因为它是不断的、不断的在烧，一定会烧光的啊！但是它就会变成不可思议啊！所以食物会变成甘露啊，火会变成佛啊，所以
就养成这样的习惯，所以透过外在的来培养内在的一种人格。透着青莲般静谧的烟供，乘着涌动的悲心缓缓凌空，如月光般流淌成皎洁的清亮，荡漾成天地间慈悲的风景线。刚刚有救牛的，最好你拿个相机去拍一只牛相片，好不好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样你可以把那个功德走到哪里都回向。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间，就是要弘法利生，弘扬正法，利益众生。生命电视台秉持佛陀弘法利生的原则，而不断地在运转，透过各种的管道，包括卫星、电脑，不断地在推动保护生命、弘扬佛法的工作。所以希望各位一定要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加入生命电视台的护台功德组，每年10000元台币或每个月1000块，不断地来护持，不断地来推动佛法。感恩各位，阿弥陀佛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成就一切诸善法，弘扬佛陀般若智。话拨账号：19965232。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南无护主无量光，圣光明遍吉祥王，大悲功德宝王如来。南无护主无量光，圣光明遍吉祥王，大悲功德宝王如来。南无护主无量光，圣光明遍吉祥王，大悲功德宝王如来。念诵一遍从今乃至96亿劫，念诵一遍从今乃至96亿劫，无量无数恒河沙数劫往生极乐世界，决定无疑。千佛体性闻名导师尊，攫取10万诸佛圣名号，具足净信真实劝请故，唯愿一切众生证佛地。明天是六斋日，为四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，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。